对呀、啊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哎，三叔，看懂没有？看懂个啥呀？真看懂啊！好人要成亲，坏人不让成，好人打坏人吧。三叔啊，他看懂了。哎，大叔啊，快来啊！哎，先生，快把孩子抱起来，饿了。给我，哎呀，刘仙堂，快抓刘仙堂！先生，抓刘仙堂！我不是小二妹，抓刘仙堂！支援，站住！支援，站住！支援，别追了！支援，站住！支援，支援！支援，抓刘仙堂！忍忍，老胡啊，忍忍，忍一下啊！哎呦，忍着点啊！你先回队部吧，我回去看一眼驴军，忙得我呀一天都没顾上看呢啊！要时刻注意警惕。好的，走吧，再见，注意警惕啊！好。吕军，晚上吃的什么？吕军，吕军，纪远，拿好，从那边过来。好嘞。你忍着点啊。不疼。草不见了，草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不见了，快去看看。草不见了。赵县长，我想了一夜，总觉得这孩子凶多吉少啊。柳仙堂恨郭家，他没能借日本鬼子的手杀了郭先生，也没有害着郭家的大人，这孩子在他手里，那还能有好啊？啊，云先生，我总觉得这孩子现在还活着，为什么呢？暗杀团要杀人的话，他们一见着人就会下毒手的。可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尸首，所以我没估计错的话，他们很有可能是绑架孩子。
绑架孩子。对，他们绑架孩子做人质，然后要挟我们，也就是说他们不会马上把孩子杀死，他们要拿孩子做文章，对我们有所企图啊。哟，做啥文章？要钱再给他。大凤啊，你要是难受就哭吧，别一声不响的让人害怕。牛，我也是。昨天晚上我要是把草抱过来就好了。我现在我也是啊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花娘，您别难过。爹。早知道这样，咋着说也不该让你去拿馍呀。姑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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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的了？驴驹子呀，干爹将特务杀了。你说啥呀？俺爹将特务暗杀了。你说啥呀？姑奶，姑奶，花娘，花娘，姑奶，花娘，姑奶，先生。先生，奶奶怎么了？花娘，姑奶，这是咋了？听说砖头遭暗杀了，就犯病了。哎呦，这！啊，快把花娘抬到屋里去，快！慢着点啊，我的儿。孩子，你记住了。
我们石家就你这么一根独根的苗了，你知道吗？日本鬼子扎死咱们祖孙四口，国民党又把咱们家的顶梁柱给折了。驴驹子呀，你记住了啊，一定要报仇。我记住了，姑奶。报告。啊，说。据后宫的一个老汉说，他正在山上解手，看见山下有两个男人扛着一个孩子，那孩子身上还蒙着一件花衣裳呢。他怎么知道是个孩子呢？他说他看见那个孩子落在外面的小脚了。好，哎，他们去什么方向了？西北向的山里。好，继续侦查。是。等等。注意，千万不要惊动他们。是。二娘，吃点饭吧。来，给我。凤儿啊，你看新把饭都端过来了，趁热吃吧。凤英，刘贤堂越是想叫咱死，咱越得提着劲儿活呀。你这么不吃不喝的，不正合了他刘贤堂的意吗？振作起来。侦查员说了，有人看见过草儿。没死。没死。真的没死。真的。草儿。草儿。我的孩子。娘不该去看戏。亲，给你二娘打盆热水来。哎，凤儿，别哭了啊。哎，老乡，哎，打听一下路，后宫怎么走啊？后宫啊，是不是翻过这座山？这啊，对对对，从这儿绕过去，翻过这个山，从这儿绕过去，绕过去之后再直走就行了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啊啊，来来来来，要是抓到这个刘仙堂，无非得咬他两口不可。
吃饭吧，花娘。凤鸣，啊，吃饭吧。再苦再难，咱还得往下过呀。不知道下回这个灾难落在谁的头上呢？我怎么想起来，我咒过砖头，不得好死啊！媳妇儿还等着你啊！哎，人家这不错了。干一下，就这点收入肯定好。哎，大嫂，大头，你过来过来，有事儿啊？啊，你去告诉云先生，就是我大头有急事找他。好，行，你等着，我去告诉他。昨天夜里啊，我正睡着呢。有两个土匪突然跳墙到我家来了。啊，你认识？一个我认识，是刘仙堂的表弟二孬，另一个我不认识。我心里想着，这下完了，这土匪暗杀团杀到我头上来了。哎，谁知道这二孬拿枪比划了我一下就收起来了。他说这草就是被他们绑走的。啊，都乡里乡亲的，他不想杀掉这孩子，但既然绑走了就不能白绑啊。那要多少钱啊？他不要钱呐。那要啥呀？他说他要你们郭家拿出祖传的秘籍换草。这祖传秘籍我想你们郭家是不会换的，刚要讨价还价，这嗨，这二孬口气又变了。他说如果郭家不愿意换，他们就撕票杀人。后来我跟他说，要是换人怎么换呢？他说如果郭家愿意换，就让我把秘籍给送去，然后呢他们放人，我领走孩子。说得好，他们要把秘籍拿走了，不给孩子咱咋办？是啊，土匪哪有诚信呢，咱又挟制不住他。后来我说我给你们送到哪儿呢，我不是想探探他们虚实吗？哦，二孬一听笑了，他说你只要把事儿说好啊，送到哪儿呢不用你管，他会通知我。我说这郭家要踢出看孩子怎么办？他说好啊，郭家敢来，他不怕我们再绑一个？哎，就这么多。我看呢，你呀，和赵县长啊，赶紧商量商量，能不能想个两全之策，既能救出草，又不丢祖传秘籍。我走了。
哎，谢谢啊。啊。这可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心血呀，就这么把它交给土匪，今后祖宗他还能保佑我们吗？赵县长，这是秘籍，只要能救出孩子，要什么我都给。这草还小啊，不知道在哪儿遭的啥罪啊。于先生，我和您想的一样，孩子是第一宝贵的，我们首先要救出孩子。至于秘籍嘛，我们能够把他送过去，也一定能够再把他拿回来。哦，娘，别担心，先坐吧。啊，坐。赵县长，秘籍问题不大，我和娘都会背了。那好啊，来，你去喊大头，让他把人带来。哎，好。于先生，我认为咱们首先要见到孩子，我们的条件就是在确保孩子安全的情况下。赵二嘛，我们可以同意用秘籍换人。哦，行。孙爷，你也跟我来吧。好。孙爷，您快请。好，赵先生坐。啊，于先生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赵县长。啊，赵县长。这位老乡是城沟的，是土匪派来送信儿的。纪远喊我的时候，他刚刚到。啊，这样，你亲自把情况跟赵县长说说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赵县长，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土匪就抓住我，非得让我给平乐镇的孙大头先生送信，要不然就杀了我老母亲。信呢？啊，没有，说是口信儿。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同意换，他们就让孙大头去砍人质，等孙大头到了，再说咋样换。三天不回话，他们就撕票。你回去他们怎么跟你联系呢？他们说，如果郭家答应了他们的条件，我和孙先生一起走；要是孙先生没有去，那就是郭家不同意。他们就不怕县大队抓人吗？他们没说，赵县长，我就知道这么多。我是他们逼来的，我跟土匪没有丝毫的关系啊！好了好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会儿好吗？哎，你看这……啊，孙叔，你坐。啊。赵县长，孙爷爷跟他去，土匪就不怕县大队伏击他们？哼，他们能不怕吗？不过现在人在他们手里头，我们正面行动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撕票的。好，孙叔，你现在就跟他去。一，一定要见到孩子；二，就说郭家同意用秘籍来换人。至于换法，以他们不外乎有三种做法。一是我们先把秘籍送去，他们放人，在一般条件下是可以的，但是在这件事上不妥，我们不会同意的。第二种，他们先放人，我们再把秘籍送过去，他们也不会同意的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第三种，在中间地带选一个突出的地方，比如说在河堤上，双方的人各占一方，我们交货，他们交人，在河堤上双方完成交易之后，
我们迅速撤离。我明白了，就说第三种办法啊。嗯，我准备一下，跟他一块走了啊。哎，您等等，等等，纪远呢？快去拿50块大洋，给你孙爷爷带走。好好，别急啊，娘。啊，哎呀，云先生，你这是……孙叔啊。这已经有2天了，全家人吃不下睡不着，这您都看见了。您要是能见着孩子就跟他说，这全家人都在想办法救他呢。好，看着那些看管他的人给他们使点钱，别让他们伤着孩子啊。好，草还小，她又是个女娃娃。米先生，我一定尽力啊。孙叔，这郭家是亏了你啊。大先生那会儿就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孩子没少让您操心。我云鹤鸣会谢您的，我会感激您的。先生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云先生，你这……我走了啊。啊，等等，孙叔，你见到人以后首先要告诉他们外面的形势。嗯，再者告诉他们我们解放军如此强大。嗯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在心底受到一次震慑。嗯，好，我走了。哎，你慢着点啊。小心。哎，黑头，哎，黑头，黑头，黑头，哎呦，发财了，二能兄弟，我们正在打神儿，娘的蹦出一个外国佬，拔刀相助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哎，啥玩意儿？洋烟儿。羊烟儿，这是扯扯扯，快快快！两边听令，预备，起立！一班向右，二班向左，跑步走。赵县长，给大家说说吧。好，同志们，我来说两句。我们为什么要强化训练呢？目的只有一个，一定要救出孩子。敌人是狡猾的，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敌人。在明天的战斗中，我们必须在3分钟之内攻上高地，这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。所以，我们每个战士在行动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动脑子。多一份智慧，少一份损失，这样可以在实战中减少不必要的牺牲。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，都听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狗子，到，带领战士们继续训练。是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祸不单行，这都赶到一块儿了。纪远呐，你给看看吧。我现在也不能确诊，等我娘回来确诊再说吧。哎呦，马先生，等一会儿啊。谁知道非要把老二带头不可，这老二一急呢就跟那个土匪打起来了啊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就听见有人大喊一声啊，吓得两个土匪啊掉头就跑。这土匪回头一看是外国人，这就折回来了啊。这么一打，马先生就受伤了。这真是。老爷，您原来就认识马先生？只听说过。
县长。嗯，赵县长。哎，小鬼，来来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大娘。他回去了。哦，有什么急事儿？家里来了个病人。哎，你没碰着他？我从后山小路来的。嗨，你赶快顺着大路追他去。好，啊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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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赵县长。他这一伤着就直接抬到郭家来了。咋的了？他说是郭家多年的朋友。爹，你先去，你咋来了？给他看看，咱回头再说。好。马先生，任先生，又麻烦你了。大妮儿啊，马先生是为了救你爹和你兄弟才受伤的。您抬抬腿。纪远，搭把手。哦，来，来。好好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翻过这道山就到了。啊。啊，走，走。就快到了。咋样？来，哎，挨了没有？来了，来了。请。就这儿，啊，到了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给，快。取下来吧，解开。大头，啊，找什么呢？是不是找我呢？爷我死了，你好开心的骂我是不是？这个，刘先生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俺啥时候骂过你啊？不都是你骂俺吗？屁！我还不知道啊！哼，平乐镇的人都想让我早死，他们好欢天喜地的放鞭炮。孙大头，你回去告诉郭家啊，我的世仇未报，刘仙堂还死不了呢。孙大头，哎，坐下，坐坐坐坐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我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大头，哎，郭家这个事儿怎么说的呀？回长官，郭家呢愿意拿出秘籍换孩子。嗯，你不是糊弄我吧？嗨，长官，孩子在你手里，郭家敢糊弄吗？再说了，郭家要是糊弄，俺大头敢来吗？大头。我听说这孩子是小婆生的，是是，既然是小婆生的，又是个女娃，郭家甘心情愿用他几辈子传下来的秘籍来换这个孩子？哎呀，甘心情愿肯定不是了，是吧？据我了解啊，这个云先生本来就不同意拿出秘籍来，就是因为这个小孩是小婆生的，怕落下恶名，
才同意拿出来的。大头，哎，这事儿赵福斌知道不知道？好像是当天就知道了。这现在这个县大队啊，就住在镇子里，机关枪好几挺哦。你吓唬谁呢？赵福斌知道了咋了？机枪好几挺又咋了？怕你不成？我大头是受人之托来见长官，一是呢回长官的话，二是呢想带郭家看看孩子。看孩子？哎，长官，你让郭家拿出秘籍来，人家郭家愿意拿出秘籍来是吧？你要是不让郭家看孩子，那郭家能拿出秘籍来吗？看就看吧，但是你只能看不能进去。哎呀，只要能让看孩子咋都行。哎，走吧。走。哎呀，好，好嘞。哎，你过来。哎，快吧，别进去啊。曹啊，曹，我是你大头爷爷啊！大头爷爷，我想娘，我想回家。你娘，你奶奶让我看你来了。大头爷爷，我要回家。别哭，别哭，曹，别哭，曹，孩子，哎，你站起来。让爷爷看看。大头爷爷，我饿了。曹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把他拉起来，起来了起来了，走走走走，快起来。大头爷爷，曹，大头爷爷，曹，大头爷爷。长官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孩子是没错的，你得给孩子吃饭啊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这孩子刁蛮得很，我不饿他根本上不了他的性子。哎呀，你必须得给孩子吃饭。他喊什么喊呢你？大头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孩子吃饭不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必须。不是，哎，得了得了，把手放下。哎，长官，要是把这孩子饿坏了，你拿什么换秘籍啊？快走，去给他拿俩山芋。生的熟的？谢谢谢谢。生的生的。耶，哎，行了行了，进屋商量换秘籍的事儿吧。走走走走走，快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呀，快走。云先生，你坐着。坐。你爹的烧退多了，再吃两剂药就会好了。啊，云先生，昨天夜里我爹醒了，还和我说了好几句话呢。你爹这一刀啊，是为我挨的。娘，来吃一个。嗯，好吃啊。老嫂子，哎，今天感觉咋样啊？好多了，你看我这腿呀，你瞧都能动了。嗯，我呀都想坐起来了。哎呦，那可不成，再缓两天吧，缓两天起来活动活动就行啊。哎，你呀少给你娘吃这个胀气啊。哎，我先过去了啊。你慢走啊，大娘。哎，咦咦，再等会儿啊，就到咱了。哎呀，到咱了。云先生，何参谋长，何叔叔，好，
听说您最近当了武装部长了。哎呀，副部长，副部长，程司令现在是市政府的参事了。两口子一听说这事儿啊，就派我前来。程司令说了，他手里要是有兵，一定带来剿灭这些土匪王八蛋不可。哎呀，遇见这事儿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。孩子才八岁啊，咱屋里坐吧。好。我听说凶手是刘仙堂。哦。这个汉奸，我和程司令都很后悔啊，几年前没把这个家伙给杀掉。这次呢，我向程司令夫妇立下了军令状，不消灭他，我就不回去了。请吧。好。大头，东吴家疙瘩你知道吗？行了行了，孙大头，别装蒜了。假秃子和他媳妇儿不是你做的媒吗？他媳妇儿的娘家住在哪儿？你不知道啊？对对对，那可是深山呢。对，有个东吴家疙瘩，还有个西吴家疙瘩，两个山很高嘞。孙大头，明天早上日头出来之前，你带上秘籍，我们带上片，在东吴家疙瘩山头交换。哦。东吴家疙瘩，山头上交换。另外，你转告赵府兵，谁不知道谁啊？如果县大队跟我们耍赖的话，孩子就别指望活着回去。哎哎，俺知道了。你别嗯啊的，记住。哎，记住了，记住。大头，你听明白了？明天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哎，俺记住了，东吴家疙瘩山头上交换。